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蕾老师哲宇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芭蕾舞，甚至看过芭蕾舞的演出，但对于如何训练，那可能就一知半解了。芭蕾并不是一种用舞蹈作品直接去训练你如何跳舞的一门技艺。在课堂中，你需要学习如何蹲，如何把脚伸直，如何感受重心，如何拉长你的脊椎，甚至手该放在哪里，头该看哪里。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可能根本感觉不像在跳舞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基本动作就像是一颗颗的小积木，当你需要时，他们可以组装成车子、船、飞机或任何你能想象的事物。他们是这么的不起眼，却又如此的重要。因此，今年想呈现给大家的不是一首编排好的芭蕾作品，而是真实的上课过程，希望能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芭蕾。